你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一个人在这边干嘛？啊，我在等朋友。这拍的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男朋友啊？啊，没有。我帮你介绍男朋友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。就这个，可以吗？可以。这还有腹肌呢。啊，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人家可是穿了衣服的。现在可以见吗？啊，你着急了。那他在哪里？现在不就是带你去见他吗？男生会有一点点害羞。他害羞，那我就得主动了。自己有什么爱好吗？平时喜欢打打球，听听歌吧。兴趣爱好的话，我就是吃喝玩乐。是那个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哦，我看到他了。真的吗？骗人！过去呢，拍拍他的肩膀。为什么这么慢？煎熬呀！去。你好，我叫三宽。好，你叫心宇就行。你怎么星座？我是双鱼座。双鱼座的女生怎么样？像小孩吧。挺像。是吧？加个微信吧。现在就加吗？就得刚见面才加，证明我的决心，知道吗？你是个直男吗？我不是。直男一般都很专一的。你不是说我是弯的吗？不是吗？那你到底是不是直男？我是直男。哎，两位站一起面朝我，可以用一种动物形容一下对方。他先说吧。猩猩。就是猩猩多好，多有力量，而且有安全感。像海豚。为什么？海豚可爱呀。兔子不可爱吗？啊，像兔子。对。你们身边单身的朋友多不多啊？还行。挺多的。那你们回去之后呢，可以给他们推荐一个脱单神器，叫做暖聊。暖聊上呢是有这样的功能，在上面不仅可以搜索跟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异性，而且也可以输入姓名直接配对的。那想要脱单的朋友点击下方链接下载我们的暖聊吧。原来跟我同名同姓的女生有这么多啊。你要跟他们一起聊天吗？没有啊。我们来玩一个小游戏，鼻尖碰鼻尖做十个下蹲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哇，女生特别爽快，男生可以啊。可以，那来。这么做。就是你撅起来一点，只要这样就离得近了。来吧。OK， 来。一。哇。我还没喊开始呢。先碰上啊。哇，两位侧颜真的都很好看。怎么样？